更胖，因为就跟非洲难民一样，肚子都大大的，那个不是寄生虫，那个是因为它烧到蛋白质了，它糖也烧完了，油也烧完了，只能烧蛋白质，所以它的身体就会水肿，水就会积在它的肚子里面，所以就是满肚子腹水，跟你们一样很聪明。那、啊、你们的腹水是有苦说不出的腹水，它的腹水是真的是水。好，所以我们会先烧糖、油，再烧蛋白质，因为蛋白质很重要，构成全身很多东西，不是蛋白质组成。好，那糖、油跟蛋白质，它们的热量分别是多少？糖、蛋白质、油是449嘛，我都会这样记嘛，速速点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是大卡还是卡？啊，一克四大卡，每克四大卡，每克四大卡，每克九大卡，哦，所以449是一克四大卡，所以你只要吃了一克的糖，你就会获得四大卡 ，OK， 所以那个饮料，如果你饮料拿起来看到后面写392，绝对不会是卡，会是大卡，哦。好，那392大卡就可以让392公升的水上升一度气，对不对？因为一大卡就可以让一公升的水上升一度气，一卡可以让一 cc 的水上升一度气，就这样吗？好，所以他们是差1000倍 ，OK。来，所以你在广告上面常常看到他讲错，好，所以只要今天有讲到卡啊，讲到大卡的，就要仔细听，看他有没有讲错。好，广告最容易在这里出现，那他的 K 也可能会忘记。A、C， 那 A 是小写。好，所以你要记得转换的 K， 这是千嘛，一 K 就是1000嘛，所以22K 就是282嘛，就是现在老师同学的薪水。大学生毕业领22K。这样懂了没？很多 K 都是千的意思。好，好了，回到这边来。来，呼吸中，呼吸运动，呼吸中需要的是可燃物、助燃物、酵素。好，可燃物就是糖、脂质、蛋白质。助燃物谁？一样嘛？谁？我们的助燃物是谁？好，没错，氧气。好，经过酵素的催化，会产生什么东西？水很好，加上谁？二氧化碳很好，加上谁 ？Delta H 嘛，啊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个不是学过了吗？没有啊？好，擦掉，不是洗，不是，那个没有学啊？有吧？哎。化学东西放到身体上来就不会了，所以我跟你说不要再分科了，没有什么科系，哦，只有科学 ，OK。国中跟高中之后，你学完之后你就开始想，没有分科就是科学，这就是科学，这就是化学式，只是没有平衡而已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呼吸运动吸什么？你要吸什么？你要吸谁 ？O2 嘛。好，你要涂什么？二氧化碳嘛。等一下，涂二氧化碳而已吗？还有谁？你要记得做吐气的实验的时候，你会用到两个工具，一个叫石灰水，一个叫氯化氧呼试纸，所以你会涂两个东西。等一下谁？一样嘛。其实还有一个东西，还有谁？啊？氮气那些你都用不到，所以不要讨论它。还有这个人，还有热，你呼吸会不会吐热？会不会？会啊。哦，好。所以呼吸跟你的体温调节也有关系，你会吐水、二氧化碳跟热。然后你看一下两条式子有没有像？你拿谁去当原料？氧气，谁是废物？水、二氧化碳跟热，要了解了吗？
改一个字好不好？这个字改掉，因为它不只有任何功能，它最重要是要获得能量。好，因为这个能量是可以用的。好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，氧气、二氧化碳、水，还有能量会以热的方式散失，那其他能量去身体做工作。好，这是力线体的功能。OK， 下一个。好，下一个最小的那一颗，跟一个很大颗的，它给我画不到。好，这颗是谁？翼胞嘛，好，动物的叫小翼胞，植物的叫大翼胞，哦，好，这个是小的，这个是大的，好，植物为什么大翼胞会跟一件事情有关系？哦，之后再跟你讲。好，接下来下一个构造。一线你讲完了，讲叶绿体。好，怎么分一线体跟叶绿体哈？一线体里面就是凹进去的，凹进去的。叶绿体里面就是叠在一起的，像一叠钱叠在一起的感觉，好。好，叶绿体做的事情是光合作用。好，你身体里面两个作用，一个呼吸作用，一个光合作用。好，在两个不一样的构造里面，一个在立线体，一个在叶绿体。那光合作用其实就是那件事情反过来。好，所以光合作用是什么事情？光合作用的原料是谁？水跟二氧化碳，有去过哦。好，我喜欢水排在第一个哈，加 CO2， 加上谁？能量嘛，那这里的能量是什么呢？光能嘛，变成什么东西？氧气加上什么？养分嘛，这里的养分通常指葡萄糖啊，好。啊，国三的会写化学式，哎，葡萄糖化学式是什么？ C6H2O6。好，为什么叫碳水化合物？是因为六个碳跟六个水。好，能了解了吗？所以你看到碳水化合物就是碳。好，所以一样嘛，反过来，水加二氧化碳加上能量，变成氧气加上养分。好，那这里一个重点是，氧气是谁做的？谁变过来的？葡萄糖是谁变过来的？好，所以这个顺序我通常会这样写，因为氧气其实是分解谁来的？氧气是分解水来的。葡萄糖是合成谁来的？二氧化碳来的。
因为光反应是接收光的地方，哦，暗反应只是利用剩下来的能量去处理，哦，但是没有光，其实也不会有暗反应。OK， 我要跟你澄清一点，没有光也不会有暗反应。好，那下一节我要上其他的部分。最后这一堂下课，你思考一件事情，请问你动物只会呼吸作用吗？对不对？植物会呼吸作用跟光合作用吗？对不对？那我问你，植物什么时候行呼吸作用？什么时候行光合作用？